把车被人装个偷听器，写字楼都是。我见过偷听你那个人，看看认不认得他。我想单嘢要讲俾童哥知。喂，童叔，我认得那个人。收市前我要五千万股七四九，我先追你个班，系咪地主会啲啊？查到地主会啦，查到做唔做嘢？嗱，你啲货卖唔卖？你话俾我听，我老婆喺边度？我卖俾你。我点知道老婆喺边啫？我冇时间啊！